温确保不要死掉，所以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吧，这样他应该算完美了，不算太差。是否一波带走呢 ？K， 哦，会不会进入隐藏关卡？好像没有隐藏关卡，或许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想说就是属于这个教导各位练技的一个时间了，好不好？想必大家对于练技一定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技巧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但不一定会讲出来。那有很多人不知道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做，好吧？基本上我还没看过有人发过类似的这个文章了，好不好？就算发他也发一半了，好不好？也不能说发一半，根本就没有看到完整版，好吧？我现在来做一个特殊的练技方式哈。不小心逛到了，周五晚上，我通常只要单双周跟地狱，我就会出现了，好吧？大概是九成会出现，没错，除了很特殊的状况。好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什么个练技法嘞？这个叫做最后再告诉你，好吧？这叫做突破极限电击法，怎么个突破法？这个，我们先拿一只大光吧。我爱小光了，小光多皮，小光黑的，注意看啊，技能等级八，移除，技能等级五。移除，技能等级八，移除，技能等级五，移除，技能等级五，移除，看不清楚呀，没关系，那不重要。我记错了哈，好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这五只，我怕我按键会有问题。我一直一直按给各位看，哦，大家会有疑惑，我用滑鼠按哦，这滑鼠会有点 slow motion 哦，各位要将就一下啊、哦。我们先从最左边这只开始啊、哦，注意看啊、哦，注意看啊、哦，好、哦，点下去，这是技能等级五的哦，注意看啊、哦，五加多少？第二只五，五五。八五五八，我用滑鼠点应该看到，滑鼠看到吗？哎，是不是看不到滑鼠？五五八五八五五八五八，好，这边大家看得到吗？这样看到吗？你再看我，我们技能回合数的这个计算机五。五八五八加上一个九，我们主宠是九，好吧？出来的回合数一二六零，哦，目标等级是15嘛，所以我们差了12000多回合，哦，12000多回合，看一下哈、哦，好，假设看一下。好，不用假设了，直接不要浪费各位的时间哦。五五八五，五五八五八九，对不对哦？这个我们假设这个好一样，九九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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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哦，我们假如是，因为我怕有人说我这个趴数是偷灌进去哦，就是我最高的几率是这个。2007哦，所以是2007，所以是13回合，这样看得到，哎，这样看得到，所以是13回合哦，可以看到左边好这13哦，那我加上记加五张卡币身是记14，对吧？记14，那今天百姓要吃一个
特殊的吃法哈，五五八五八九哦，五五八五八九啊，因为我懒得剪片，所以直接这边哈，五五八五八九吃下去，对不对哈？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来示范一下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如果想要验证我的计算机，可以去 G8 给你 G8 产品的下载，好吧？可以验证一下。好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这五次吃下去，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说，我一定很衰，就算我偷灌水了，我只能顶多吃到这个 G14，大家一定会这么想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应该会这么想吧？对，如果我吃下去。没有G15的话，师波请吃鸡排，好吧？因为他没出声，我相信他可能搞不好不小心睡着，好吧？各位好吗？好吗？哦，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喽，注意看喽，左手啊，G9啊，到底，叮，会不会G15呢？会不会呢？我肯定他是会的。为什么百姓这么晒、啊、为什么？神奇吧？为什么我这么笃定我吃下去就一定是G15？为什么？这个好，我们下回分享。靠，那你今天来干嘛？好吧，今天来干嘛？好，跟各位分享一下百姓如何用这个炼技的一个技巧。好，如何？100%，我吃下去就是一定是G15。哦，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算的回合数哦，五五八五八九哦，最好的几率对不对？而、最差的几率啊是G14，但是我为什么可以肯定变G15？为什么这么肯定？你看啊、哦，我吃完是这个不含乌卡必胜是差3100哦，啊，如果含乌卡必胜还差3000回合哦，我怎么这么有把握？为什么这么有把握？一定会变G15。好，那这时候百姓就开另外一个账号给各位看了，好吧？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诀窍，好吧？哦，其实我已经放很久，没时间吃给各位看了。哦，这边有第二个肥料的账号，好吧？第二个肥料账号，好、哦，跟各位告诉一下各位我使用的诀窍，好吧？有G15岁牌，请大家自己买。嘿，师傅换跑出来了。好，诀窍是什么嘞？注意看哦，这边要讲的是重点哦。哦，百姓很喜欢跟大家分享，做一些教学的东西。哦，一样。我这边也是第一大功，也是G9。哦，注意看哦。哦，它是9又20%。哦，9又20%。注意看啊、哦，9，20%。等一下，我这样按，好像看不到画面，这样才看得到。好、哦，第一个哈、哦，我们第一个9又20%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第二个，再找我们的材料虫，秘诀要出现哦，秘诀要出现哦。来，我们先看第一只，这个 G8 74，这只 G5。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什么？有看到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各位没看到。对，我把画面遮住，基本上属于人脑残的现象。好、哦，对不起。刚刚第一只哈、哦、G8 74，有看到、哦？啊，这个诀窍很好用哦。第二只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哦，注意看哦，保证没看过哈、哦。有看过你才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。G5对不对？G5对不对？有没有看过 G5 Max 的？有没有看过 G5 Max 的？应该没看过。好，告诉各位百姓是怎么做的哦。这边有没有看到 G5 也是 Max 的？你看到吗？哦，简单的说法来跟各位报告哦，就是你当你的卡片对不对哦？你没有素材，记得哦。没有素材可以进化的时候，哦，没有素材可以进化的时候，带出场，
维和数会累积，这个东西应该蛮多人知道的。哦，维和数会累积，那你把这一只维和数累积的，对不对哦？拿去进化，它的维和数还在。所以其实百姓，哦，百姓怎么弄的？百姓就是把这一只有没有？其实维和数它已经够了，懂我意思吗？维和数它已经够了，我拿它去进化，进化之后它维和数还在，它都还在。哦，所以它会出现这个 G5 Max 的。所以你只要把这几只算好回合数，拿去吃，就会达到你要的回合。哦，这个方法在练的时候有个好处，就是当你哦，当你发生像百姓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懂吗？当你发生百姓这个现象的时候，你一样可以再去练，回合数还是会累积。这个东西有人知道，但是累积之后再用来进化，这个应该是我没看过有人发，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是这个部分。所以这招叫做，我们帮他取个名字吧，叫做未进化前偷练法，这样好不好？未进化前偷练法，这样好像没有押韵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想要更好再说，好不好？懂吗？如果你没有材料的时候，可以再去练，累积它的回合数，哦，累积完之后啊，但是你要个标的，为什么我可以这么确定？哦，因为我这一只就是它的标的了，所以我这只 G8 又74嘛，其实我这一头拉苦，对不对？我这边底下的四只人啊，都是 G8， 然后74回合，74%的，这样懂了哈？哦，名字太长，没关系。哦 ，G8 74，我总共五只嘛 ，G8 74 ，G8 74，哦，我有四只，哦，基本上你要有一只做基准，好吧？有一只要做基准。也知道做基准才可以用这个方法。那你看哦，我脚要练 G15， 有没有？我直接就变零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只要这五只吃下去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怎么样？哎，对，就会必定15了。所以为什么我吃 G5 的会自动跳 G？ 哦，就是这样来的，知道吗？好，哦，这样懂哦。没有素材的时候，没有素材就再出去练嘛。反正我相信它进化也不会强大哪里去了，好不好？叫做 G84% 练击法，什么？百姓几只只鸡排练击法，带出场练击法，好不好？偷练，好不好？我刚念什么？未进化前偷练法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我可能会想到不一样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先带出去偷练了，哦，练出来你就会变出这只了，好吧？哦 ，Max，OK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真的是没材料，所以我就没进化了。哇，哦啊，刚才那个已经是做很久了，可以知道我那个大功放多久了，放到快烂掉了，迪士尼都关掉了，我还没给他吃，我等的就是今天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实况就到这边了，好，哦，欢迎这个大家分享，好，哦，请注明出处，啊，哦，注明出处，好不好？下面，好吧，下面，好，我们一起下，安主角，好吧，这边，好，这边有写啊，这边有写，好，请注明出处哦，啊，好吧，啊，好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，好，哦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什么法？未进化前偷练法，好吧，青菜的，好吧。今天时光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不是鸡排练鸡吧，好吧，拜拜。啊，鸡排店还没有人活着，还是都睡了。哎，看起来都睡着。对，因为我讲的可能太长，大家已经就是那个，对，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。好，今天时光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